红，你今天穿的好飒呀，是吧？是不是一穿风衣，然后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整个人穿上去的时候是很潇洒的。我今天就是一个 T 恤加牛仔裤，但搭上风衣的时候，我就觉得整个人穿上去的感觉很帅。那我身上这款本身它其实也是比较适合小个子的，因为我们其实去年是有给大家准备过一个长款，然后有很多女生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今年想要舒服一点，所以我们其实是特意为小个子的女生，特别是肉肉的女生准备了一个短款的。我觉得这个风衣特别好的一点是它自带腰身，这一点超级重要，因为我们肚子是比较有肉的，如果在这个地方加一个腰带的话，就显得我肚子很圆，但这个它就是自带腰线，我都不需要绑在我的肚子上，但是我只要把它抽紧一放下来，我的腰线侧面到背面都有。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小个子来说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很经常看起来是肩膀往下溜的，那这个风衣它其实肩线虽然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肩型，但是它有一个固定的肩章，这个肩章就是让我们的肩膀有一个持平的位置上，让我们看起来就是好像是我的肉把我的肩膀撑起来，你整个人才会有立起来的感觉。这个风衣我们当时在选的时候有三个颜色，我可纠结了，但我选来选去，我最后可能还是选了这个颜色，我觉得它会比较适合我们秋冬天，就是哪怕我今天就是一个白 T 牛仔裤搭上去，我都觉得这种拿着咖啡然后穿上风衣穿上靴子迎风而走的秋天氛围感觉来了。